便是慈悲爱众生。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那么这个三门统谭迪呢，把这个北魏建国以来的这五位皇帝的形象刻成在这个石门云门石窟，刻成巨大的这个帝王巨佛身像，这样的一种创作也影响到这个龙门石窟这个标志啊，卢舍那佛，据说呢，也是这个依武则天的面貌来刻的。这些无非都是祖师大德啊，在经过这个毁佛之后的对于这个佛法、佛像、佛教的一个延续啊，所做的一个努力啊，包括这个房山石刻，这个大藏经的这个房山石刻啊，这也都是呢把这个经典呢用这个石板啊把它雕刻下来，无非都是希望在经过了毁佛之后啊，这个纸本啊被烧毁了，至少这个石板雕刻的佛经啊比较不容易毁坏啊，能够保存经典比较久远的一种方式，这都是显示这个祖德他们在当时候运用这个智慧啊，尽力为这个佛法的延续跟保存啊尽最大的努力啊。那当然佛教在这个文成帝这样的一种复兴佛教的一个扶持推动之下，它也迅速恢复发展。根据这个魏书释老志以及洛阳伽蓝记里面所记载的，在这个北魏孝文帝的时候啊，京都的这个寺庙从100座到这个北魏末年啊，洛阳就增加到1300多座。那从这个在这个大同平城啊的僧尼人数啊2000人，到了这个北魏末年啊，僧尼呢就增加呢来到这个200万人啊，寺庙从6400多座增加到3万余座，如此快速的一个膨胀发展，也另外形成了这个北周武帝推行富国强兵政策下的一大阻碍，也就是这个佛教的一个迅速膨胀的一个发展，其实对于朝廷来讲也是另外一种负担跟威胁，因为僧尼不用付劳役，甚至呢也不用生产，那么这个民众百姓的一个捐献，寺庙成为这个财富聚集的地方啊，都是让这个朝廷呢或者呢这个有心人士啊的一个利用的一个缺口，所以自然而然呢，这个当佛教迅速膨胀到达一个对朝廷而言是一大
负担跟阻碍的时候啊，往往呢就有这样的一种非佛运动的一个出现了。那这也是让我们这个佛教界啊，就引以为鉴了、啊。也就是这个佛教呢是利益众生的，那么我们应当呢让这个信众的一个捐献扶持啊，能够辗转运用或者是照顾更会需要照顾需要帮助的人啊，这样呢才不会让这个寺庙的一个财富啊过于集中啊，那么自然而然就被一者被较小人士啊所注意啊，那么二者呢其实也是对佛教不独没有帮助，也是一种负面的影响。就从这个历史上的一个毁佛的一个起因啊，都是让我们引以为戒的。那么一句这个皇帝即是当今如来这样的一种思想，到了北周武帝啊，就因为佛教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啊，对于朝廷国家形成了一种阻碍跟负担，那么就北周武帝啊，也以这个皇帝即是当今如来，所以不必礼拜佛像及寺庙为理由，那么呢就推行了毁佛灭佛的一个有力借口啊，有力借口。那么我们就会去思考说，同样是出家僧众，在面临王权统治的一个逼迫之下，南北佛教领袖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如此天南之别的见解跟表现呢？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北方佛教是以佛法来劝导这个暴虐嗜杀、伦理道德比较薄弱的这些佛族国王皇帝呢，放下屠刀，以德治理国政呢，当佛教的这个转轮圣王来扶持佛教，而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这些彝族统治者呢，他也乐于信仰同是外来的这个佛教，对来对抗这个汉族文化的一种心理作用，僧侣与帝王相互合作，共同建立弘化护法之国。在这样的一种信仰环境下，将扶持佛法如转轮圣王般的皇帝恭维为当今如来加以礼拜，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足为奇。所以这是当时候北方在佛族的这个统治之下的一个氛围情况，氛围情况。那么政治呢是现实跟无情的，只要是符合统治阶层的一个利益啊，这个恭维的一句话可以复兴佛教，但也可以毁灭佛教。就是佛皇帝即是当今如来啊，就可以来复兴佛教，但呢到了北周武帝啊，也这么用这么一句话来呢说，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寺庙跟佛像，所以呢还需要寺庙跟佛像干什么呢？就成为呢这个毁佛灭寺的一个借口了。那么佛教仰赖政治力啊，被掌握在这个专制军权之下，从这个六朝沙门上奏文的时候，番外知事的身份都用这个贫道自称啊，但是到了这个隋朝啊，
是继承北周政权之后啊，统一了南北，延续了北朝国家主义色彩。那么呢，到了唐朝之后，到贞观、开元这样的称呼就行不通了，就变成了以陈、沙门作为署名了。这是这个从六朝这个出家人对皇帝的上奏文的一个自称法，从这个贫道转变到这个陈、沙门这样的一个转变，也可以看出说这个佛教就被置于这个国家统治之下。在这个君主国家以儒道思想为主的中国，佛教制度与僧尼的地位到了这个唐朝之后啊，就这么确定了是在这个国家统治之下，尤其是这个升官制度的这个建立啊，那几乎呢慧远大师的这个沙门不敬王者论这样的一种论调，在于这个隋朝是继承北方北周政权之后这样的一种论调，就没于就是几乎是销声匿迹了，销声匿迹的这个出家人就被这个国家统治所管辖了，所管辖了，就不能再说是属于方外之机啊，这样的一种清高的一个身份就不复存在，不复存在。那虽然如此，虽然如此，历代这些高僧大德呢，依然为这个护法护教尽最大的一个努力了，尽大的努力。在这个佛祖统计里面有记载这么一条，就是说这个宋太祖入室来问这个湛宁通慧大师，说当礼拜佛，这个湛宁就回答说现在佛不拜过去佛，有这么一条记录。而这一条记录呢，其实是欧阳修的这个归田录里面所记载的。但是湛宁呢，湛宁在那个时候啊，是随着太宗呢吴越王出归京师，未尝见及太祖，所以在那个时候湛宁根本没有跟这个宋太祖碰过面。他如何回答宋太祖说现在佛不拜过去佛呢？就显然是欧阳修的这个归田录所记载的是不实的，是不实的。那么这一条呢，在以前啊，这个手机搜寻没有很兴盛的时候，那么在这个佛教的这个刊物里面曾经有看到这么一条。那么这个作者呢，他就认为这个湛宁啊，他是这个谄媚宋太祖的，所以在这个宋太祖进到寺庙看到佛像的时候，问湛宁说要不要礼拜这个佛像，湛宁回答说现代佛不礼拜过去佛。这个作者呢认为湛宁呢是谄媚的，是谄媚的。但是现在的这个手机搜寻的一个方便啊，我们就可以很快的这样的搜寻到这些相关联的这个文献记载啊，相关联的文献记载，才知道说其实不是这么一回事，不是这么一回事，而是欧阳修的这个归田录啊，他的记载啊有错误，因为湛宁在那个时期根本没有
跟宋太祖在一块，他怎么回答宋太祖说现在佛不礼拜过去佛呢？那同样的，在这个佛祖统计里面呢、啊，他就有说到啊，说这个宋朝啊，后这个徽宗拜佛雅，乃至呢这个南宋啊、南渡历代的这些皇帝啊，都有去礼拜这个观音大士，则知有国以来无不拜佛之礼啊，就可见说这个宋朝的皇帝啊，入进到寺庙啊，都会礼拜佛像，所以这个欧阳修的慢佛不欲人主自尽，故特创此说，上屋君主，下屋临师也，甚矣啊。这个佛祖统计啊，就是这个对欧阳修这样的一种记载不实啊，提出了很严厉的一个批评，上屋君主，下屋临师也。同样的，在其他的这个传记里面呢、啊，也有提到，像这个四门正统，他也有说、啊，说这个高孝二庙信天主明庆，未尝不屈膝，就是这个宋高宗他们两位皇帝啊，来到这个西湖这个天竺寺跟明庆寺这两座寺庙参访的时候，参拜的时候，未尝不礼拜佛像。所以显然这个欧阳修所记载的是有错误的，所以我们这个做学问呢、啊，都一定要这个考证、考据啊、检验啊，才行，才不会落于人言一言呐、啊，这个以讹传讹，人云亦云呐、啊，以讹传讹。哦，那现在又拜这个智慧型手机的一个搜寻呐、啊。我们都必须要去回溯原点啊，是不是如这样子？那回溯原点是不是如这样子，还必须要呢注意到说这个解读有没有错误，可能原文没有错误，但是解读者的一个解读有错误，或是诠释者的这个诠释有没有偏差。就像不依国主法事难立的这个依治，如果是依靠的话跟这个度化的话，两者啊就天壤之别了，所以诠释也很重要，解读也很重要，这些都是我们为什么都必须要去回溯原点的一个原因呐、啊。那如果我们没有去回溯原点的话，若光是看这个佛教刊物的作者所言呐、啊，他就认为说这个占领是谄媚宋太祖，才会说这个现在佛不必礼拜过去佛的话，那真的是这个占领啊，就喊冤呐、啊！哦，占领就会喊冤呐、啊。那事实上其实不是这样，而是呢，这个欧阳修的这个《归田录》借这一个事件的用意呢，就是呢，希望这个皇帝啊不要礼拜佛像，等于说是间接呢希望这个皇帝啊不要信佛的这个用意啊，他才会呢把这个错误的这个记载把它记载下来。不然依欧阳修他本身是一个史学家修史的人，怎么会记载错误呢？就可见呢这个欧阳修在记载这件事情别有意图了，别有意图，所以这个佛祖统计啊，才会这么样对欧阳修呢
提出这么一个严厉的一个批评，就是上屋两朝皇帝，下屋占领啊，其为过不少矣啊，其为过不少矣。那说这些呢，都是我们这个做学问呐、啊，做学问呐、啊，必须要有的一个基本概念。包括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哪一位大师说出了什么话，其实手机很方便，我们都应当把这句话把它复制，然后呢再给它去搜寻，再把它去搜寻，去回溯说这一句话它是出处于哪里，哪一本书，这样才准啊，这样才准啊。有时候是以讹传讹的，人云亦云的。那如果回溯到原文的时候，我们还是必须要判断说这样的一个解读有没有错误，这样的一个解读恰不恰当，这样的一个解读有没有曲解，有没有曲解这个原作者的这个原意，这些都必须要做一个很小心很扎实的一个判断，一个判断。那其实做学问能够如此，那么应用在我们修行也是都是如此的。不然的话，慧远大师他为什么还要写信去请教鸠摩罗什说有关于他在定中见佛的一个情况呢？那大师都是学问很高的人了，他尚且还这么样的一个谦虚去请教于人，其实都是让我们从中去理解到说凡事啊都必须要去检验了、啊、都必须要去求证了、啊、这样才稳当才妥当，不能自以为是、啊、不能自以为是。那第二点就是这个诠释，就像这个法果的诠释跟这个道安这样的一种诠释，两者的差异啊所表现出来的这个结果啊也真的是天壤之别、啊、天壤之别。所以这个一个字啊，一个判生判死，就在这个对这个字的一个诠释的一个角度跟立场也是很重要，也是很重要。那这攸关着我们这个修行人或者是当事人本身有没有把这个般若智慧的觉性、啊、把它拿出来用。如果脑筋不清楚，脑筋不清楚、啊、有时候、啊、就失去了自己的立场，失去了自己的立场，就变成了一种谄媚啊恭维。而这样的一种谄媚跟恭维，表面上呢是好像对我们有益啊，但是有时候呢这个因缘时节转变了、啊、因缘时节转变了、啊、一句恭维的话，一句谄媚的话，有时候就置人于死地啊，置人于死地啊。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必须要很小心的，必须要很小心的。那这是一个诠释的一个角度的一个差异啦、啊、诠释的一个角度差异。所以这个我们诠释者都要站在一个圆融，站在一个高角度高氛围的一个立场来做一个诠释跟讲说啊。所以这个天台智者大师才有藏通别圆这样的一种说法，藏通别圆的说法。就像说我们说这个法会如果我们落于一边的一种讲解，有时候就会被人家误解，以为说啊法会就是一种交易。但是这些法会不管是盂兰盆佛陀时代啊，这个目犍连救母而有这个共生这样的一种盂兰盆盛会，衍生后来的种种这些法会啊，无非都是源自于这个盂兰盆共生这样一种盛会而衍生出来的。那么法会它既然是一种
共生所衍生出来的一些法会的话，我们应当是把法会的真实义，法会的真实义教导讲解讲开来给大家，给我们信徒了解，给我们信徒了解，而不能落于一边，而不能落于一边说啊，这个假法会好像是这个交易，那这样的话会误导，就是会有一种偏颇，就会导致一种偏颇，就会导致有一种语病，语病就好像说法会它是不好的，它是一种交易的，但是这些法会无非都是古德啊，他们应用般若智慧所拟定的一些仪轨，既然是古德应用般若智慧来拟定的这些仪轨，基本上它应当也是按照佛法的道理来拟定这些法会的仪轨啊。比如说像这个梁皇宝忏，基本上也应该都是古德运用这个普贤恨愿品的十大愿王这样的一个理念来拟定这样的一种梁皇法会的仪轨啊。所以我们在拆解讲解理解操作这个梁皇法会，我们也应当从普贤恨愿品，尤其是普贤十大愿王这样的一个理念来讲解来讲述来诠释乃至于来操作这样的一场梁皇法会，那么这样的话，这一场梁皇法会就等于是在修持普贤恨愿品，尤其是普贤十大愿王的一种修持法门了啊。那这样法会怎么会是一种交易呢？所以我们在讲解的时候，应该是要以圆融、圆满、以真实义来讲解这个佛法的道理，而不要落于偏颇，让听众或信徒听到之后就偏颇于一边，就是我们在解释的时候有落于病，误导了，让人家理解了，以为这个法会就是一种交易，而对法会产生另外一层比较负面的看法跟想法的话，那么他们在参加这个法会的时候，就会降低了之前好要的那一种热情啊。所以天台在讲解佛法尚且有藏通别圆这样的讲法，那我们应当更要注意啊，就在讲解跟诠释的时候，我们都要站在一个圆融圆满乃至于呢高角度高氛围这样来诠释讲解佛法，而不落于语病过落于偏颇的话，才能把这个佛法的真实意啊传达给这个信众，也才不会误导或让这个信众呢有所偏颇有所误解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诠释的一个角度跟立场的一个差异啊，的一个差异啊。那基本上包括像这个腾迪开这个云门石窟啊，这也都是古德他们为了让这个佛法能够延续更加久远。也许站在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啊，这个世间是无常的，即使是这个石头巨石它也是会风化，石板房山石刻用这个石板来刻这个经文它也是会风化，但是相对于这个纸张而言的话，它是相对比较能够保存比较久远比较久远，尤其是在中国这个改朝换代啊，往往就是一把火就把这个寺庙就把这个图书的地方啊就一把火烧掉，这好像是我们中国的
这个改朝换代之后啊，都会有的一种现象，所以纸本呢，它就很容易因为这个改朝换代，或者呢兵荒马乱的时候一把火烧掉。那至少这个石板，它比较能够保存的，所以这些都是古德呢，他们在当时候因应于当时候的一个情况，为了这个护法护教能够延续佛法而的一种努力的一种作为啊，我们都应当对于他们的一个精神啊予以的这个赞扬跟钦佩。那相对的，我们也应当学习这些古德呢，护法卫教的这个精神啊，这个让这个佛法呢能够更加能够延续啊，更加延续啊。所以我们这个生前愿啊，它有这样的一个直播，无非也是希望说佛法的这熏习不要因为这个疫情而中断而空白啊，能够透过这个直播的一种线上上课啊，让大家各自呢在家里面在南洛道场能够继续来熏习佛法。一旦呢这个疫情比较这个松懈的，比较能够恢复于正常的时候，又能够实体上课的时候，实体共修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这样的一种解门熏习导归于实修的一个实修的一个训练，让这个解跟行能够相互并重。因为解有正确的观念来指导我们修行的方向，就不会出差错。那因为我们有修行的这个相印证啊，可以让我们更加理解印证佛法所言不虚啊，解行都必须要并重啊，不可偏废。那除了解行并重之外，还必须要有行六度万恨，就是事物办事情。那办事情呢，这个主体性啊，就是所谓的诠释啊，这个角度啊要拿捏的恰当，也要拿捏的清楚啊。有时候办事情啊，因为我们的这个立场呢角度呢不清楚，有时候呢这个事情啊就没有达到一个圆满跟朝向于正面的一个作为啊。就因为我们的一个诠释的一个偏颇，或我们诠释的一个偏差，结果呢就导致了这个事与愿违啊。就像这个法果他所说的，这个皇帝啊即是当今之如来啊，我礼拜这个皇帝啊不是礼拜天子啊，是礼拜这个佛。虽然讲对皇帝而言他很受用很受听啊，但是这样的讲法是有语病的，是有偏颇的。而也因为这样的一种语病跟偏颇啊，它也可以导致这个毁佛灭佛的一个借口。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需要寺庙道场做什么呢？还需要佛像做什么呢？它就变成了这个毁佛灭佛的一个借口之一啊。所以这个我们的这个诠释讲述啊，都不能有这样的一种语病跟偏颇啊，所导致的后果有时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哦，无法想象的。那么在这个慧远大师的这个介绍之后，我们也旁出了这样的一种属地佛教的情况跟这个升官制度所引发的南北两地啊对于这个沙门礼敬君王的一个差异啊，
也做一并的跟大家做一个介绍，也提供给大家做一个讨论的一个深思啊。那我们今天在这一方面呢，我们就讲解到这个地方啊，都可以让我们知道说，这个古德啊，为了护法、卫教，他们所做的这个努力啊，即使是来到了这个宋朝啊，即使有这个欧阳修《归田录》这样的一种错误记载，错误记载，占领呢，回答宋太祖说，这个现在佛不必礼拜过去佛这样的一种错误记载呢，所提出了一个批评呢，可以让我们知道说，这个自古以来啊，我们的这些高僧大德、古德们，他们这个为法护教所做的这些种种的努力啊，也都是让我们后代出家人啊，也要引以为效法，引以为效法。毕竟呢，这个没有教，就有没有我们呢出家身且个体啊。所以这个弘法立身，弘扬佛法，是我们身且乃至于四众弟子所要共同的一个努力的一个基本啊。哦，那虽然我们这个直播课程，或许不尽的都符合每一位出家人也好，或者四众弟子喜欢听的课程，但是呢，我们也是努力的开拓其他课程哦，也是有在寻找其他的这些上课的法师，乃至呢，我们也有请这个法师呢来培训我们出家人如何当个弘法师的这个弘法教师的一个培养培育，这些都是我们神学院也是有在积极在推展的。但是呢，这些也都是仰赖我们每一位法师也好，每一位四众弟子们大家的一个共同扶持啊，共同扶持。没有天生的释迦，也没有天生的弥勒，讲经说法也是一样，都必须要透过训练，透过训练而来的哦。那我们感恩我们师父呢这样的一个慈悲心，有这样的一个平台，让这个我们法师们有这样一个训练讲经说法的这样一个平台可以训练。那也感恩我们所有线上的这些法师呢，在这个各自的兰落、各自的这个道场呢，在这个时间到都能够打开我们的这个手机呢，来共同参与上课。那这些都是要大众大家的一种同心协力啊，因缘和合啊，自然而然呢就能够朝向更加好的境界、更加好的局面去拓展哦。那今天呢，这个借由这个慧眼大师的这个介绍，那我们就把这个课程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段落。那我们再来就移到这个北方啊，北方这个鸠摩罗什哦，鸠摩罗什。那鸠摩罗什呢，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贡献，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译经，翻译经典，翻译经典。尤其是这个鸠摩罗什呢，他的一个译场呢，是中国呢可以说是第一个官方呢扶持的这个国立的这个翻译译场啊，哦，自然而然呢，他能够分工精细啊，分工精细啊，这是鸠摩罗什呢对于这个佛教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贡献啊，哦，最大的一个贡献。那么呢，这个佛典汉译啊，可以说是我们中国这个翻译的一大盛事之一啊。它开始于这个东汉到这个北宋为止呢，这个到达这个鸠摩罗什，可以说是经历了200多年哦。那这200多年呢，鸠摩罗什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域外佛教僧侣，佛教僧侣，他所留下来的这个文化跟宗教的影响，可以说是在于古代啊，是
无人能够匹敌的哈，无人能够匹敌的。主要是因为这个鸠摩罗什本身呐、啊，他是出生于这个西域酋支，就是现在的新疆库居。那么呢，7岁出家，9岁随母来到这个季宾，就克什米尔，然后呢学习这个小圣的这个佛法，然后到那个这个沙勒新疆的这个克什一带学习这个大圣佛法。所以基本上大小圣佛法呢，这个鸠摩罗什呢都有涉略哈，都有涉略。尤其是他在这个西域啊，他在西域的一个领域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有名，本身呢非常的卓越优秀。来到中国呢，他就促进了西域与中国在文化上、艺术上、宗教上、语言上面的一个交流，做出了极大的一个贡献啊，在这个佛经翻译方面可以说具有逐基开源的这个功能哦。那么慧皎把鸠摩罗什呢置于这个高僧传的译经中卷之首，被誉为中国汉传佛教著名的四大译师之首哦。四大译师之首就是这个鸠摩罗什、玄奘跟真谛译进哦。那有的是鸠摩罗什、玄奘译进跟这个不空哦，有这样的差别哦。那基本上呢，这个鸠摩罗什都是排在第一位了，排在第一位，四大译师之首。那么民国的这个梁启超称赞鸠摩罗什是译界的第一流宗匠哦，第一流宗匠。美国的这个学者韩森在这个《丝绸之路新史》这一本书里面，他也称赞鸠摩罗什把梵文佛经译成通顺易懂的汉语的第一人，然后第一人，可以说都是把鸠摩罗什呢都称赞自为这个美很高了，都对鸠摩罗什的称赞都很高。那么为什么这个鸠摩罗什呢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成就呢？主要是第一个哈，他有道安的一个铺路，就是未演先锋动，就是在这个道安他听到这个鸠摩罗什来到西域的时候，他就劝导这个苻坚去迎请鸠摩罗什来到我们中国，就有这个道安的一个铺路，使得这个鸠摩罗什还没有来到我们中国，可以说这个未演先锋动，这个美声啊就已经在我们中国流传了。那第二个呢，就是有这个皇室姚兴、姚荣、姚显、姚崇的一个支持啊。当这个鸠摩罗什来到长安的时候啊，这个姚兴代以国师之礼啊，甚见忧愁。那么呢，姚兴呢就请这个鸠摩罗什呢入这个西明阁跟逍遥园主持一场，译出重金，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直接获国家支持的汉典汉译。佛典汉译组织机构，也就是官办的译经场哦，上承汉晋以来的私人译事，下开唐宋国立译场哦，这是鸠摩罗什的一个贡献哦，的一个贡献。那我们之前有说这个苻坚以10万大兵呐、啊，攻打襄阳啊，引请这个道安到长安这个主持议事啊。那其实道安在长安主持议事呢，并不是苻坚哦出资扶持的，而是由这个苻坚的这个秘书郎赵振的一个扶持来主持议场的。在这个高僧传的《昙摩难题》里面，他有提到哦，这个
苻坚失败的时候，群风复起，这个报名这个四川，由得传译大部呢，盖由赵政之力。还有呢，在这个申且跋臣的传里面呢，也有提到说，苻坚这个秘书郎赵政崇仰大法，常闻外国宗师这个阿比昙、比婆沙而跋臣奉送，乃世世礼贡，请译梵文，遂供明德法师、释道安等即身宣译。也就是说，这个道安时代啊，道安时代啊，还是靠这个苻坚的秘书郎赵政，他个人的一个扶持，提供这个译场的开销啊，而请这些西域高僧跟中国道安诸位法师呢，来共同翻译经典，还不是官方哈，还不是官方来这个举办的这个译经场的哈，还不是哈。第一个是这个鸠摩罗什，他因为有这个姚新的这个出资，有这个皇室姚新的一个扶持啊，是可以说是才是中国这个佛典汉译第一个官方国家举办的译经场哦。那这个赵政呢，他后来他也出家了。其实他在苻坚的时候他就讲出家了，但是这个苻坚呢，他可能需要人才啊，所以他都不允许。等到这个苻坚这个过世了之后，这个赵政他才能够这个出家，那更名为道政哦，道政。这是在这个慧皎大师的《高僧传》里面，他有提到哈，要提到。所以可见这个赵政啊，他的一个护持佛法，可以说是非常的永护了哈。到最后他自己本身呢，他也来出家了哈，那么这个罗什的这个译经场主要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逍遥园，一个是长安大寺。那有的把它认为是一个地方，但是考证的结果哈是不同的地方哈。逍遥园是位在这个长安京城的北方，而这个长安大寺又称为草堂寺呢，是位于这个长安城的南方，一南一北，它是不同的地方的。大概在这个弘始八年以前呢，这个鸠摩罗什翻译的地方都是在逍遥园翻译的，但是在弘始八年以后，大部分呢都是在这个长安大寺，也就是草堂寺来翻译的哈。基本上鸠摩罗什翻译经典以这两个地方为主哈为主。那因为这两个地方呢，都是在长安关中地区，由鸠摩罗什又以主要的一个最大贡献是介绍印度这个盛行的这个龙树大圣学说，所以鸠摩罗什所传的学说传承呢，就称为观合所传。观合所传也是观合所传的大乘龙树学说，说关中学说、关河学说，就是指这个鸠摩罗什所传的这个大乘龙树系的学说哈。那因为是官方的译场，自然而然就能够吸引很多人才进来哈，结集了很多优秀的这个明哲俊彦人才来参与这个译经的工作。有这个关中士圣和关中士子，或者是呢这个沈门八骏或沈门十哲，有士圣、八骏、十哲之说了哈，皆是诸方英秀了哈，一时之杰，人才济济呢，可以说是当时的名将。
对于鸠摩罗什的这个翻译啊，有很大的帮助啊，有很大的帮助。就像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大学的宗教系啊，它是有文凭的，所以相对的这个佛学院的这个学历啊是不被承认的，所以大部分我们的这个出家人啊也好，或者这个佛教弟子，他们就朝向这个外面的这个大学啊的宗教系去就读，一样的道理吼，因为他这个文凭是这个被承认的，而相对的这个佛学院的文凭是不被承认的，自然让这个佛学院就吸引不了呢比较多或者比较优秀的或者呢这个大的老师来佛学院这个上课，一样的道理，然后一样的道理。那鸠摩罗什因为他的立场是官办的，就自然而然就吸引了很多优秀的人才前往参与，然后对罗什的这个翻译有很大的这个贡献跟帮助。这也是为什么鸠摩罗什的翻译经典这么样的有名的原因之一啦，原因之一。那我们今天的上课就上到这里，我们大家请合掌。自皈依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自皈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自皈依身，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何难甚众。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认识台湾救狗协会及救狗园区，基于众生平等、慈悲相待之理念，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使其免遭扑杀，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于是另安置近300只狗儿，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令其获得安养。于2014年7月份统计，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000只流浪狗，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1000只的狗儿与养护园区。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饲料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已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透过各类相关活动呼吁大众重视生命，爱惜生命，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互爱共存，消弭暴戾之气，促进社会祥和。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疗愈课程果冻花现场教学，韩丽璇老师教授，日期1月26日星期五，时间下午2点，联络电话06271-6616，06271-6616或06271-6612，06271-6612。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本课程需请来电报名，以便材料准备。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诚征义工，联络电话06271-6616或06271-6612，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Thank you.
错家佛母向上师问道：我们有可能会堕入轮回吗？上师答道：汝心空性自性中，无法寻得轮回机，轮回之根，恒常之境，无迷觉性，非可下堕。对此你可以坚定信解。错家佛母向上师问道：佛法修持中有个修者吗？上师答道：本执自了之，本出空性中，佛法之修持，修者皆不得。实善作为者，本出即空性，故汝佛法修，无有所作者。对此你可以坚定信解。错家佛母向上师问道：我们应当依赖个人的教研吗？上师答道：佛心确实即为汝自性，恒常在你之内，无需寻，仅止了之，即为法身佛，无法经由他人而示现。你可以坚定信解，此无需教研。错家佛母向上师问道：了证的修行者，人必须投胎转世吗？上师答道：于此天空般的心性中，无法寻得业的驱使力，六道众之胎门便空无，习气与业积聚皆耗尽，轮回三界由身处瓦解，唯一之界视为如心性，了无变迁，基本非存有，出生死亡由根源中断，得见阿赖耶无根自性，便是生老病死流真散，必然净化一切业熟报，六道之因已除无效用，不斥轮回其以自消融，不达涅盘其境得成就，轮涅交融，法身中无二，亦无再受业报生之机。上师如是说。